广西罗城是今年全悬不缺最差的地方。于成龙为官，路遥凶险，恶霸斗狠，大平台于成龙，罗城县衙。于成龙绝不会死。山匪作乱，杀！如果你要攻进城去，就从我于成龙的身上踏过去。皇亲国戚，市场骄横。我是皇上的外甥，老子要回京城，即身问斩。于成龙誓死捍卫国法，为百姓伸冤。我于成龙一定还你们一个清白。大清总督于成龙，未来娱乐台伸张正义。